早长莺飞二月天，佛提杨柳献香烟。不是你给谁献香烟呀、啊？那是拂堤杨柳醉春烟。往下背。儿童放学，每天就想着放学。儿童散学归来早，有人忙趁东风，东风放风筝。我看是你想放风筝吧？背的都是什么呀？断断续续的，还有错字。从明天早上起，早起半小时，读语文文章和背古诗。那我哪知道读的对不对呀、啊？那你用这个晨光晨读机，2.66英寸墨水屏，不伤眼睛，专业领读。草长莺飞。采用377艾宾浩斯记忆法，记得更牢。同步教材1至6年级古诗词。还附有解析，可做课前预习、课后复习。晨读机小巧便捷，去哪都能带着，抓住碎片时间，随时随地背古诗。爸爸，那这个怎么读呀？《望庐山瀑布》，唐·李白。日照香炉生紫烟，遥看瀑布挂前川。飞，流直下3000尺，咦，是银河落九天。爸爸，我看你也得跟我一起学。